尖叫划破漫长黑夜，向谁透露你的方位，稍微消失在那河边，完美的无解，冰冻成长假叠，把你定格在爱情梦夜，完美的无解，喜欢那捏嘴叠，爱的不知不觉，却永远无法兑现，完美的无解，掌控浪漫氛围，让你走进爱情不归也，完美的无解，任务宣告终结，凡尔赛的玫瑰是我最后的告别。下面这个是考验主持人是不是一级甲等的时候了，史密斯夫妇。大家好，我是史密特宗。大家好，我是 Miss 谭。Miss 谭怎么像一个那个酱啊，什么调味酱？Miss 谭里面要放的不是酸菜，我都不答应。我要提问松韵姐，提问松韵姐。请把在场彬彬哥、小蛙哥还有小天哥的名字按照笔画从小到大排序。这多少啊，每个人你自己出这题，你自己想过答案没？五秒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1、2、3，钟汉良、张彬彬、唐小天，从小到大，这肯定是不对的。错了，你这是考我们群，你看导演组累的，你这是考我们的人呢。我感受到了李兰迪很想赢这个游戏。应该是钟汉良、唐小天、张彬彬，回答错误。现在扯一根。3、2、1，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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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问一下松韵，在这么多年和你一起拍戏的男演员中，说出三个令你心动过的男演员。来，安静，安静，来，计时开始。5、4。钟汉良、唐小天，还有那个。时间到。那戏是谁来着？上一个戏，白敬亭。连我都不认识吗？哇，留下来，留下来。他，你看，我不应该听你的。失策了。我不应该听你的。好，那我追问一下，追问一下，钟汉良是哪个瞬间让你心动？钟汉良是哪个瞬间让你心动？每个瞬间，每个瞬间。朋友们，锦心似玉，营业满分。我问汉良哥，汉良哥，你不用系鞋带，这次我们也不站起来了。哎，火药味这么重的，好重，难道不是应该有点综艺精神吗？这个环节，反正把头已经结到了那个节目，对，已经结手了。松韵合作过三个男演员的属相，属相。我属老虎。我属老虎。再说一个，这问题是问的啊，那个，我就说属个鸡呗，属个鸡呗。这个你为什么随便说？就这个，这样吧，踩到我的笑点。宋威龙，宋威龙99年是属什么来着？属兔。答对了。我宣布这一题超时。耶！炸炸！不过关。时间太长了。这根红绳勇敢的扯下去好吗？准备。觉得这个画面其实挺美的。会炸吗？来，3、2、1。冬去春来将风暖，听见这个画面挺美美的。星光如缺，你如烟。
好美啊！锦心似玉，爆棚收视。祝 Miss 谭生意兴隆。首先，第一个故事来自史密斯夫妇的番外，这是他们处于离婚冷静期，6年没见了，要给彼此一个机会。在这里面有两个女生的小心思和两个男生的小心思。下面掌声欢迎来自钟汉良和谭松韵的演出，欢迎他们。哦，变样了！哇哦！周先生，您这次又想喝点什么？还是老规矩，美式波波芋泥奶茶，不加糖不加奶，只要波波和奶茶。好的。月老，他把他手指有可能象征爱情的戒指首先摘下来，对，就是这个戒指有可能是代表他的一种，就是有爱情存在，是，所以他把戒指摘了以后就告诉对方，其实离开的6年当中我依旧是单身。他们没有离婚，他们是离婚冷静期。哦，他们没有离婚对吧？哦，那就算了。 OK， 不是不是。好，请继续演出。美是美，但是表演区在那上面，宝贝。走远了。哇哦，好久不见。你在浏阳河执行的任务怎么样了？你知道的，一切顺利。我还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很稀有的贝壳，在河边的时候。哼，什么贝壳？一个叫做你是我宝贝。你是我宝贝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的饮料好了，谢谢。只有两个人，哪来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？还记得这首歌吗？啥意思？我们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，你在我面前跳那首舞，那首歌。我怎么可能记得呢？跟我跳过舞的人那么多。一下你就抢起来，来，我带你跳。哎呀，既然气氛烘托到这里了，那就跳吧。哦哟！站住，站住！哎呦，哎呦啊！怎么了？哎，小心思，哎，小心思。好，小天。这是女生故意崴的脚，然后想让男生去扶她。故意崴脚，装作柔弱，激起男方的保护欲。没错，回答正确。哇，现在两位先休息一下，在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思，他们已经全部演完了，你们却没有人发现。我知道，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。那个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证明她已经怀孕了，对吧？她已经怀孕了，对吧？龙凤胎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哦，对不对？请问，像这种情况，我可以把刚才那个对的答案收回吗？就是答错一题太离谱的，可以？不对，好，来，甜点。刚才汉良哥说要点一杯不加糖的芋泥波波，就是一直记着他喜欢喝的奶茶是不加糖的。对嘛，这个方向就对了，就是这种甜蜜的感觉，但不是这个。好，来，来，加，来，就是史密斯先生提前安排了酒吧的服务员做了气氛组，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开始跳恰恰，就是这个气氛烘托到说，哦，这个舞蹈是属于我们俩的舞蹈，我们跳起来吧，所以才会有后面的事情，跟他的甜蜜共舞，对吗？百分百正确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现在双方战成1-1，就是钟先生提前跟服务员沟通好，到时候响起音乐，而且服务员一起来跳舞，营造这个氛围，让史密斯太太找到了跟他一起共舞的这个感觉，才有甜蜜共舞的这一趴。所以这个刚才居然毫无没有人任何人有反应的时候，我也惊讶，请各位注意啊，可以再找的细一点，不要沉醉于看戏，好不好？要细一点。好，来，准备继续往下演。你还好吗？崴脚了，
哎，这是我上个任务留下的后遗症，穿高跟鞋都没有以前利索了。给我。哎呦哎呦呦呦呦！好，来，兰迪。他说穿高跟鞋的脚没有以前利索，而且上一次任务说脚受伤了，然后想让男生过去帮他按摩，就激起他的保护欲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跟小天说的是一趴，没有演完，现在把他演完了。不是不是，这是男生的心思，男生的心思。男生什么心思？男生就知道那个史密斯谈就是经常做任务脚酸，特意去学了推拿，推推拿。他刚才还闭起了眼睛。对，最后离不开这个好手艺。不对，好，继续往下。不可能。好，继续往下。好一点的吗？好多了。还跳吗？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跳。哇，认真的排过。这还不很好，是都这样，这么熟练的舞蹈，我累了。哦哇，我喝的是你的饮料。咦，没事没事，都一样。喝的这么认真呢？你看，你看你。哇！甜甜甜甜，第一个举来。那个史密斯先生拿的那个皮套是密斯坛6年前丢在家里的，他一直留着。信息正确，但方向不对。来，兰迪。在喝的时候，那个密斯坛特别低头，故意想让那个头发进到那个杯子里面。然后呢？想让史密斯帮他扎头发，制造亲密的接触。接触，对。我觉得应该算对。准确的答案是，故意把头发掉到食物里面，来看一下他的先生是不是还像6年前那样随身会携带皮筋帮他扎头发，来考验。男生是不是依然爱他？我懂，我在我老婆面前就是把胡子浸到汤里面。然后我的月嫂，我的月嫂，哦，不是月嫂，月老的老婆是月嫂，对，他就会帮我擦。对，你们有没有开一个母婴中心呢？好，恭喜兰迪又拿下1分。现在还有一个男生的心思哦，还有一个男生的心思，来了。这个奶茶喝的我。妆都花了，我要补口红。这是我新买的口红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你擦什么都好看。等等，我这个位置看还不完全看到你的最美的一面，我要在这边看。油嘴滑舌。要不我给你拍个照。好啊。来。这啥意思？小心思，来，小心思，好，暂停。他换到那个座位的这个举动，是因为他前面来过很多次，所以其实他已经知道哪一个光对这个女生比较友善，然后就拍出来最好看，对，对不对？最好看的光。我知道他没有那么细心。我知道了，来，我知道了。各位，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大概在15秒前有一个墩墩的声音？这个墩墩的声音其实是来了消息，然后他现在没办法直接回消息，他说：“那我给你拍个照吧。”其实他在回消息，墩墩墩墩。他为什么坐到对面去呢？因为在那边就是容易被人看到，这边就看不着。其实我觉得海涛应该算是对了，他就是接到这个信息之后，借故说我坐到对面去看你的口红色号更清楚。其实换到一个女生看不到手机的位置，然后用这个拍照的动作迅速看一下这个微信，甚至还回了微信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。这个很厉害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祝贺我们的邱比涛回答正确。好，现在所有的心思点已经都找到了，我们继续请他们演完好不好？来，韵，不好意思，我又接到过新的任务。哇，去多久？3年。3年？哎，3年之后的今天晚上7点回家吃饭。好的，我们准时回来。
所以他一上来摘戒指是为什么呢？摘戒指是为什么是吗？来，我们请那个史密斯先生，摘戒指到底为什么？解释一下，你摘戒指是为什么？迷惑他们是吗？把戒指摘掉的意思哦，是营造一个气氛。营造哪种？主要一开始让大家陷入一个被我带偏的一个。明白明白明白。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来。词才是花匠，对，其实一首 rap。好，回答错误。好，这个涛涛的问题，涛涛完全没有把旋律唱出来。现在下面一段来喽，只要你有把握，你就可以抢了啊、哦！预备，开始。记忆是阵阵花香，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，守着黑色。的阳光，难过却假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更勇敢。好，来，很有把握。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。歌名是家有儿女，这是电视剧的名字，歌名是童年呢、啊、童年呢、啊、童年呢、啊、家有儿女，童年呢、啊、不对，好，不对。菊花插满地上，你的小荷花金堂，北风暖夜未央，你终于等到你。歌词是新花词，新花词。菊花插满地上，回答错误。旋律是终于等到你，歌词是菊花台，回答正确。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干。他说的青花瓷是菊花台。时刻，哎呦哇，上来就是舞步的这个姿势啊，非常的有默契。哦哦哦哦，接下来非常非常顺利啊，非常顺利。他不疼吗？小花是真的不觉得疼。哎呦，还可以旋转，爱的旋转。松韵先来一个。找到他，好，非常精准。哎呦，所以你是长呢是吧？你是是啊啊，好，来啊，接下来，哦，非常非常的细腻，全是细节。好，接下来走，来吧，朋友们，让我们收获胜利的心。史密斯夫妇，接下来啊，慢一点，非常非常的精准。哦，他们这个怎么这么轻松啊？好，简单的，哎，他来了，漂亮，结束。